咦，见鬼！怎么样？
也能吃点，你他妈饿死鬼投胎，看见没有？注意卫生，生冷勿近，懂不懂？小家伙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你哪来的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
开车子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样？那你懂不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那边，子山是爷开，子地是爷管。你要是在我的地段上混饭吃，你就得听我的话，守我的规矩。守规矩就守规矩好了。好，哎，我一句，你们大家都听着啊。他也算是我们的小兄弟了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呢，大家要招呼招呼他。好，小狗子。哎。规矩你教吧他。 今天进账不错吧？拿来。你干什么？怎么？
为来的富人哦，我们要给儿童们穿高跟，我们要给儿童们服用盐粉的。所以儿童们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。还有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，要给儿童们温暖、舒适的衣服穿，不要使他们挨冷受冻，要使他们保持清洁、美观、好看。更要紧的，我们还要给他们注重。
要激发他们的知识，培养他们的兴趣，使他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公民。此外，我们要大家一个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是你们的节日，你们应该高兴，应该走到看见快乐的队伍里去。妈的，小牌手送来到局子里面去，操你大爷，给金三了吧，哎朋友，哎朋友，东西没丢算了啊。哎，你要怎么样？算了算了，小老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嘿嘿，哎，肚子饿了吧？哎，到我那儿吃饭去。
几套魔术，跑两下，给这个小兄弟看看。有事有事。穿暖了，你还不想干？给冲掉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一张药方，一点钱，还一张大，都是有用处的。家里的病人还在等着，你看这可糟糕不糟糕呢？老婆，这是你的吗？谢谢你，真是谢谢你，小姐姐。拿点钱买糖吃去。三零三爷，我看你还多好人不？
孩子，别吵啊！妈给你买料子呢。你看这道料子漂亮吧？哦，这道料子才好看呢。买回去跟我得做新衣服去啊！你听话，乖啊。好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。啊，好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怎么少了几块料子？是刚才找的。哎，这个小孩是哪一家的？干什么？刚刚我们这找了几单料子，不要搞好吧？去，阿姨在叫你。一小扒手刚跑来，你看见没有？没看见。我看他是向咱们跑来了吗？不是没看见吗？Thank you.
卖孩子了，有要小孩子的不？卖孩子了。我们实在养活不了这些小孩子了，只要您太太领了去，让他们有一碗饭吃就行了。这些孩子不合适。哎哎，这孩子不对不对呀、啊！哎，他是没有大人的呀、啊。哦，哎，小孩，你们家大人呢？没了，那你为什么要出卖呢？肚子饿要吃饭，吃饭那容易啊，你干嘛要出卖呢？跟我走，不过可要听大人的话。真的。叫我妈咪好了。妈？怎么，你收这个还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儿子。啊！这是你们董事长我哥哥的意思。你以后不要叫三毛了，叫汤姆。汤，我不要。要听大人的话。我，哎，大领，这样才对呀、啊。好。吃点点心吧。钱呢？哎，用叉子，用叉子。哦，要这样。
小姐，这个礼拜六我想为这孩子请一次客，开个 party， 请你多教教他，让他多懂点礼。
去。老爷，做做好事嘛，给点吃的吧。老爷，老爷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给点吃的吧。哎，小牛。小牛，小狗子，哪里头？小少爷没有，吴小姐正叫我找他呢，赶快找，下边就是小少爷的节目了。是，去去。
给小兵家都给我赶跑了。你们这批混蛋，你们这批废料，怎么会让这么多的小兵咱们跑进来呢？是啊，不是我们，是小少爷。小少爷怎么了？哎，是我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叫他们进来的。怎么样？你做的好事，你说什么？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瘪三儿子惹出来的事。什么什么？你看不到领这个儿子？你说我是瘪三？你才是瘪三，你是大瘪三老混蛋。哼，是糖葫芦夜壶，我是三毛。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。我听你这个猫那句话，呸！你们把这个小白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，给我赶出去！是。谁穿你们的衣服？